特别感人的就是他在我们画前面站，我一句话也没说，他说啊，不讲话，他就能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关键的就是这个画的最关键的地方，把马作为一个人性化的一个这个作品，我的肖像，我觉得让这个杨院长，王岳教授呢，他是一个追求者、探索者，他能够在他这么一个年纪，应该是他的事情，应该是70岁千帆过尽以后的作品，能够达到这样一个高度，这样一种追求，跟把他的追求跟高度呢，变成这个一幅作品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吃惊又震惊的事情。所以在这种属于大师满天飞，这个把斧整当这个创新。本来上苍留给艺术家的发展空间是很小很小的，那这上苍对艺术家的眷顾呢，它是非常是宝贝的。你可以说哪个皇帝是谁不知道，没有人不知道说谁是毕卡索，将来没有人不知道说谁是梵高。我坚信将来会有很多人30年、50年、100年以后在历史会留名的王爷，他这一点，就他现在的作品，就他是很有个性化的，就他自己每一匹马、每一个作品是表达他所想、表达他所他所在。他将来的发展呢，他会通过马增加的社会性，跟接我们讲就接地气，他将加一些背景，加一些对比度以后呢，他作品更有一种更强的冲击力。现在已经很强的大冲击力，我坚信会在不远的将来，如果说丁少光开创了华人在世界艺术舞台上的一席之地，后继者我想非王岳魔术，他会在世界这个艺术的舞台上会更有大的发展，我对他充满了信心。而且作为这样一个艺术家，我们作为书画院来讲也非常荣幸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有特色、有追求而且要求很高的艺术家，那我们而且又很纯粹，就像刚才冯老师讲，很有神韵，就是传神有神韵。什么叫神韵？就是上苍给他的艺术灵感，加上后天的努力跟他的追求，不断地在学习。所以他王岳老师是一个，其实他到了90岁、100岁，永远是一个追随者、学习者。他只要有学习，他都有进步。所以现在看作品呢，是他一个高度的一个顶点上，他将来还会有新的高度，还会有新的高度，就不断的超越。在整个像杨志光老师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艺术家，是中国前十位艺术家，当代的国前十位艺术家。他讲的是徐悲鸿、刘伯舒的马是一种动态的，是画了一种大写意的，是小写意的马的感觉。他唯一不敢画眼睛，那作为徐光老师来讲，他可以画眼睛，画油画出身，完全可以画眼睛，因为他眼睛马的眼睛是神，是神韵，没有这个感觉，你不能画马的眼睛，你画出也没有那个感觉。叶翠白先生是一个国民党少将，骑兵师的师长，他是40多岁，就从部队下来以后他就开始画马，他的马是有一种奔腾感觉，有马的感觉，所以那我们讲的就是说，杨光老师讲他是具上者。作为这么个大的艺术大师，能够对这么年轻的一个艺术家能培养出一个巨上的，很难得，而且充满了更大的希望。丁老师讲说叫做他是诗画艺术。什么叫诗画艺术？他画里面有诗、有音乐、有舞蹈、有哲学，而且有文学，而且完全把它融合在一起，你跟马去对话，就是他通过马的眼睛呢，你在看马的时候，他用眼睛看你的人心，但他很厉害的，他通过马眼睛看你的人心。我们真的非常感谢你给我们这么一个好的作品，这么好的一个享受，真的非常谢谢你。谢谢杨院长鼓励。我们陈建新陈市长是蒙市的过来，给大家掌声好不好？陈市长大家打个招呼。还有我们安老师的沈世康沈市长，大家掌声。我们也支持他，支持我们。
华人的腰，好不好？我们这儿听到廖市长每次都是非常激动人心，他的电视采访也特别激动人心啊。那我们是有琳达市的市长，我们是兄弟，他养兄弟，他姓杨，我也姓杨，杨市长啊。我特别感谢周本利议员，他特别派他的首席助理王岳教授特别到场，谢谢大家，掌声鼓励。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呢，我们特别的激动，这是美国书画研究院一共举行127次画展的，这是第127次，是2014年的第一次。我们掌声给王岳老师一个掌声，好不好？这是一个非常享受孤独、享受寂静、享受艺术的一个人，非常的追求艺术，而且据说是每天画26个小时的画。你有什么有时差遗憾的画画？只占2个小时，是一个非常追求艺术的人。那说每一个人成功的男人后边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据说不止一位，但今天最重要一个带回来，大家掌声鼓励，Linda。真的非常谢谢 Linda。因为什么搞这次画展呢？我是身体不是特别好，但不敢跟大家讲，就是说他对王岳这种关照、支持、理解，跟这种对艺术的这种关爱，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大概是掌声好不好？给领导。我们希望每一个画家，你是男的，那你的太太好好支持你；如果女画家，希望你的先生多赚钱支持画家，好不好？我画画是从很小，4岁就开始。跟马交朋友，每一匹马呢，我都给他起名字。这是一个非常享受孤独、享受寂静、享受艺术的一个人，非常的追求艺术。每一幅画，这个马眼神呢是那么那就像活的一样。Thank you so much for that. Putting so many art shows. 这么好的精美的作品啊、这么精细的艺术结晶。Want to congratulate Professor Wang for the successful.Put on this exhibition of horses. Thank you for all the work that you do. Thank you for your dedication. Thank you for allowing me to participate here. 祝贺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祝你们那个顺畅成功，马年吉祥。谢谢你们对艺术的贡献。从这个画风呢，会看出来，在我们加州很少看到这种真的马一样。谢谢你给我们的精神食粮。现在看到这个马。这王岳老师是诗意画家，画得非常的有诗意，每幅画的眼睛里都在说话，流露着一种情，他是用自己的感情在画每一笔。向王岳教授表示热烈的祝福，他在从每一笔每一画里面都很传啊，很传神啊。著名金笔重彩画家王岳教授，金笔重彩画家王岳教授。金笔重彩画家王岳教授，王岳教授的画画得如此好，确实是令大师崇拜。
As the last ship sailed towards the distant horizon, I sat there watching on a rock, my mind slowly drifting.